哎呦呦呦！哎，我的肚子要爆炸了！想看看他会不会升级，不升级我就直接越了，他升级的话我就走了，升级了。打拳怎么又打拳？大活乐一看，那我就玩呗。不过明天上分就别刷了，上分这个必须得以赢为目标。玩什么英雄都可能玩，看情况吧。上分就不要这个要求英雄，就我必须得赢为主。刚好最近在打打韩服。我鳄鱼就感觉就彻底练出来了，现在鳄鱼其实也胜率还行，多练练，积累一下我的对线经验。下个赛季我就是一阵鳄鱼了啊，就不是现在的二流鳄鱼了。现在1.5吧，再加强一下就一了。现在这个鳄鱼就削了，他不是说削那个对魔法抗性的削弱，只要他不削对线强度，是不影响鳄鱼这个上单的这个地位的。全都收起来 ，Q 过来 ，Q 过来。真敢 Q 啊！你现在在我的场子里了。尝试一波吧。这波如果能够卡到他的线，他就有点崩了呀。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这小兵什么情况？还在追我？
破败吧。这全屏无偏光是什么意思？刚刚那个弹幕遮住了，我得切一下，不然看不到大伙说话了。刚刚的连招是什么？就大招起手嘛，落地 A Q Q E W。我不是贵杰，是终极的纯血，唯一一个。我得交个闪。大招是能挣脱剑魔的链子。屏幕显示弹幕，是用屏幕看的呀。近战打万豪怎么躲 W？ 走位扭喽，不要被 E 晕住就可以了。怎么做到延迟这么低的？你来广州也一样的，它这个跟服务器挨得近就延迟。跟服务器距离问题，就比如说打韩服，你再韩服那延迟就低，那你自然延迟就高了，这没办法。打峡谷之巅好像是上海是最好的，因为好像服务器在上海。停住了。
什么英雄好打鳄鱼啊？长手的，然后蓝毒。如果没有特别好打的，可以尝试一下兰博，特别好打鳄鱼。其他的话就看操作了。回音其实还好，这英雄容错率太低了，一般。那得玩的比较好才行，不然一样不好打。我操，中路这么多镀层，这要是去吃不是爽歪歪了。下路有镀层吃啊！快快快快快，转移阵地，转移阵地。啊，吃爽了，兄弟！先说选兰博要办什么？兰博。好像兰博没什么怕的英雄啊。我还以为他 A 不出来了，我重置屏也把我 A 死了嘛。你这大招是惩戒死的吗？哦，
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不会卖你的，兄弟。 后援到了 ，OK， 团建者，我去带线，我以为去要去打团，去带线。外行的 W 怎么叠啊？挨打就会加。那个皮肤手感好不好？那个神龙尊者，但是不推荐玩，目前。这个需要沉淀一下，现在不太推荐。